现实的生活往往比小说更像小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精彩的故事，而我们的相遇就是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篇章。一行字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吗？有请推理音乐剧小说的制作人、出品人张志林先生上台。记得最早的时候，从剧本的最初我们开始第一次讨论剧本，到中间每一次的修改，跟所有的主创一次的开会，然后到发布会的时候，他们三个很多年没有在一起演戏，很期待，然后到今天这一轮的他们这一组的这一场演完，这一组的最后一场，我觉得我想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们三个，让他们跟大家说说心里话。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不会，好像弄得好像学校复活了一样，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怎么样，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对吧？可以。好。特别喜欢那个他的，就是怀特这个角色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就很好的说出来，就是我们的相遇，就是生命里最美好的篇章。放在心里，然后把很多很多美好的瞬间
留在脑海里，然后记录下今天这一场非常值得我们啊纪念的这一天这一场演出。感谢。我还是再补两句。好，来，好。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三个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们太熟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刻特别感谢大家能到这儿来，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从业人员，一个演员来说，实际上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时刻，真的是天天都处在一个焦虑状态，每天都在想明天还能不能演，明天还能不能上台。爱你，宝宝。所以我最后想明白的是能怎么样呢？那就是每天把这一场都当成最后一场演，可能就会最对了。因为其实很多话，我觉得，我其实我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但是我不太，想在很多，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内部是探讨过这个话题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出来讲，它才是第一轮。我们的主创，我们的演员们都希望他能够通过一个更长时间的打磨啊，他们希望把这个作品做得更好，而且我们的摄像机是记录一些我们演出的一些记录，是用作回去再给我们再进行不断的修改啊，进行反复的推敲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希望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每个演员主创脑海中都有。但它一定是一个我们会充分去准备好的一个东西，而且不是大家在观看的时候架起来摄像机这么简单就可以去做的这件事情。巡演、所以后面我们这些我们都会，不管是巡演还是唱片还是我们的大家说的蓝光的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会通过我们真的一步一步的努力去做到的。对，今天非常谢谢涛哥说了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真的每一天都非常珍惜他每一场的演出啊。希望后面我们还有两周的演出，大家都能够继续在安全的情况下来到我们剧场来看我们小说。谢谢。拍照好，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阵容。